兄弟们，二十秒时间，抓紧时间喽！啊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咱们今天再给大家上演一场生死时速。哎，这些道路看起来非常的狭窄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二段跳，巧妙的越过它。哎，话说谁是野人来着？没有关系，反正他们追不上我们。走，带小伙伴们一起领略一下后边的风景。咱们走起来，前方即将到达愚人站出口，欢迎来到地山锅，新人长是您。各位小伙伴们不要紧张，哎，虽说是野人地图，但是咱们把它当成跑酷地图就好了。我们走，快跑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地瓜你咋这么勇呢？直接就冲过来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这不是一滴血。那还等下吗？逃过去，兄弟们！哎，喂，咋回事？就啥就弄就盘小莫，我让你挫败一下他的锐气。八哥，你说话能不能有点底气？过来呀！我站你后边的八哥，你过来呀！好家伙呀！我见过那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自己没发现我，我还得跑过去让你抓了呢。过来，来就来，谁怕谁？我今天还能败在你手上不成？中啊！好家伙，这咋成了我是野人了？我这追你的兔八哥，你等等我！你搁哪儿呢？出来！哎呦我天哪，可炫过来了！兔八哥，你还等不等我了？你还抓不抓我了？你不抓我，我就退游戏了。哎呦，还敢等着我？你还敢在这等着我？奔跑吧，少年们！爸爸来啦！我要让你们体验什么是来自深渊的恐惧。赶快走啊！让你们一个小时，让你们一分钟啊！快点跑！哥就问，妈妈开始。马兰花开二死蚁，八哥葛志吹牛皮。二八二九三十一，别和我这儿瞎逼逼，兔八哥屎。一冲到底，世上最刺激。好家伙，默默，我最喜欢玩刺激的了，让我看看有多刺激。我们走。哦，一进来就是熟悉的关卡。哎，咱们先走起来。好家伙，兔八哥又开始打电话了。哎呦，不能绕弯了，这绕弯又让地瓜超越了。这波请点非常的 nice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你跑最前边，该吓人的是我们吧？八哥，重开！重开啥呀？重开！干嘛呀？啊，兔八哥玩不起，这个垃圾！谁？谁第几个了？我在第二个，我在第三个。好家伙，头是听说玩跑酷比赛，大家这还风晒到的呢。准备好了吗？快走快走，别磨蹭，我走第二道。三二一，走！哎，不行，不掉了。哎呀，这个兔八哥行不行呀？太狗，实在跳不起来。兔八哥好友在哪来着？怎么把他拉黑算了吧？八哥玩不起，呸！淡点，我这次你这是个嘚儿，你这是啥？兔兔八哥这次再重开游戏，我就不玩了。什么人呀，真是的，自己跑不过重开游戏，赶紧开始。都准备好了没有？你自己多准备准备吧，八哥。走。哎，我也干的。
好家伙，你们搁这拍武打片儿呢，闹闹哄哄，我先走吧。咱们不要跟他们啰啰嗦嗦，趁八哥下次官方之前，赶紧把冠军拿下。哎呀，能不能玩了？没办法，过不去他们。来来来，粉粉们别看了，走吧，跟默默打生存去吧，不跟八哥玩了，闹心。没有密码啊，直接进啊。快走快走，地瓜妹妹，站完这兔八哥又要重开了。呜呼，那也是。哎呀，这么难的吗？那默默先走着哦。走，兄弟们，直接加速，趁着老八哥没有坑害大家之前，快速拿下第一，然后咱们回去报刚才的一箭之仇。轻松躲过筷子关卡，小弹簧，小玻璃，嘿嘿，轻轻松松拿第一，这就是八哥无法逾越的实力啊！小伙伴们，重启三次又怎样？还不是我的第一？嗯，来，最后怎么把这个小星星藏起来？嗯，藏到默默脑袋里呀！嘿嘿，这下没有人会跟我们抢第一啊！哇，地瓜又来了，我们小心点，它可太尖了。哇，乌云都已经跑趴下了。我睡着了，哎。啊哎！一位神秘人举办了一场游戏比赛，通过游戏竞争获得456亿奖金。游戏进行中，没有一位玩家挑战失败，将增加1亿奖金。游戏挑战成功，增加10亿奖金。最新火爆全网的鱿鱼游戏，你能闯到第几关呢？第一关，一二三木头人，瞧瞧这令人颤抖的声音，兄弟们，我要出发了，为我祈祷吧。走，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慌，一定要记得提前停住。他要转过来了，我没动啊，我可没动啊。呵呵，保持节奏，兄弟们，马上就要过去了。哇！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再来一次，这次咱们走旁边，小心点啊！啊！哇，我没开始呢。呜、哦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刚才着急了，刚才着急了，咱们等下一波，兄弟们。好，我们走。我的天哪，旁边那小伙子冻成那样了，你监管者看不见吗？千万不能贪，说到三咱就站住。呢，我的天哪，太恐怖了。好，咱们稳住，最后两波绝对过去了，兄弟们千万不能贪。哎呵呵，这波有戏了，兄弟们，最后一步走你啊。终于到达第二关了，哇，咱们运气还不错，兄弟们拿了个圆。哦，这个圆的好像第二难吧。来，咱们到了抠糖的关卡了，这一关看看默默能不能熬过去呢，兄弟们。其他人还没有进来，老爸，咱们先开抠，这个东西可不能磨蹭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哇！啊，小伙伴们，我终究还是没熬过去呀。这个东西它一挖完那个黄的速度特别快，黑的一下就没了。这一次咱们一定要小心，哎，咱们这边撤着挖就不会抠坏里边的糖了，兄弟们小心一点点啊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咱们换个位置，哎，这样竖着挖就好多了，那个黑色的一挖就没了，一碰就没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啊，兄弟们，啊，慢慢的啊。啊，小伙伴们，我不玩了，太吓人了，谁玩谁玩去吧，再见。在小叶妹妹的再三劝导下，我终于同意再玩最后一次，这一次咱们就挑一个三角形。哼，我就说嘛，那个圆应该是比较难的，还是三角形的简单。嗯，咱们先把这个直线边挖完，然后再挖这个斜角边，站在这个糖饼上就不会挖到它了。最后一波收尾，来快速挖完。哇吼，第二关挑战成功，兄弟们啊，真的好可怕呀，这个东西。话说你们有没有人能一命通关呀？默默默默还有踩玻璃呢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谁愿意踩谁踩去，我可不去。